家好，我是 L Wedding 的封面人物欧阳靖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要当新娘子，所以我也是对婚礼，然后对于就是成为一个新娘子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憧憬。我觉得我这部分就还蛮不像女生的。我跟我老公是在因为跑东京马拉松认识的，他是东京跑团的朋友，然后我们是7年前认识，然后5年就莫名其妙就来电，然后就开始交往，就展开了这段异国恋。即将要成为妈妈了，可是还是搞不太清楚自己该紧张些什么，对，然后但是很期待。那我自己的妈妈本身也非常非常期待她的孙子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我就已经每天都在想说，我要带我儿子去哪里玩，然后去哪里郊游、露营、攀岩，就是我希望可以把他养成一个野孩子。如果说你现在还在单身，其实不用刻意去追求，因为我在遇到我老公之前，其实我单身了非常久，而且我很享受单身的时光。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结婚，因为我非常非常快乐。可是没想到碰到的时候就是碰到了，那也是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。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追求幸福，其实就是放轻松，然后呢慢慢的过自己的生活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好好爱自己，记得一定要好好爱自己，然后要有自信，有一天幸福一定会来报到的。